这里是真浓牛奶冠名播出的中餐厅，营养真浓，爱意正浓。中餐厅首席合作伙伴拼多多，买菜就上拼多多，今日下单次日提。中餐厅官方合作伙伴可口可乐，开饭巨快乐，就要可口可乐。你喜欢哪一种生活？蔚蓝海边，童话小镇，火山之下，长江寻根，房车周游，1314米高山草原，生活在别处，生活在当下，是对立的吗？现代文明，自然山野，是对立的吗？少年的你，三十而立的你，是对立的吗？历历山川，时代热土在回答。展翅高飞，倦鸟归巢，为家人一日三餐奔波，每一个片段构成完整的你。不是哪一道食物更胜一筹，也不是哪一种生活更能代表你，不是生活决定了你，正是每个场景里的你编成了生活的多种可能性。欢迎光临中餐厅。有机中餐厅，有趣中国味，欢迎拥抱生活的你。哇，都六年了，真的，天哪！没想到我已经要进入中餐厅。我特别喜欢跟就是客人打交道，这个很好吃，这个是什么什么，你尝尝这个吧，这是我们今天店的招牌。我们这几个人的话，规模一人管一张桌子就够呛了吧，已经撑死了五张桌子，六六大顺六张吧，大家忙一点。我觉得六桌都蛮多了，先把一桌做好吧，先做好一餐吧。没关系，慢慢就习惯。因为毕竟是姐第一次上综艺选秀，就肯定对这些镜头啊、镜头比较不习惯。我对镜头我肯定没有不习惯，但就是想到他会一直在拍，就会有一点不知所措。你能理解吗？我能理解。那会不会慢慢的适应他？应该会吧，我觉得很快我就会适应的。我们算进山了吗？我们现在是在上海拔1000米的那种山吗？我们现在开始弯弯绕绕了。哎呀，这个路厉害呀、倒着坐了有半个小时了，我确实挺佩服你的。你不晕车吗？真的？你喝点水吧，他没有问题要问我了。他就是不会跟我说话的，对吗？我跟他说什么，他都不会跟我说。啊。不能说话。山路我可能还好吧，毕竟我是重庆人，我喜欢很多山。现在应该目前是最9弯18拐的，还是没有？看起来蛮拐的。
师傅，师傅，找一个方便的地方，我吐一下。啊，对不起。这是啥子？这黄明啊，他在干嘛？吐了，晕车了。哎呦，这个弱鸡！你不要玩手机了。有人都吐，这谁啊？唱歌，唱歌好吧，唱歌可以吧？你跟我说说话吧，我好晕呐。啊，晕呐晕呐，好久没有晕过车了。刚才吹牛说是重庆人不会晕车。哎，说起来真丢人，还吐了，你看看。到了吗？感觉这是要把我卖了，啊？这是我见过最美的餐厅，哇！你看嘛，这才浪漫！天哪，太幸福了！这真的是哦，浪漫梦幻。小明哥，小明哥，小明哥，我们到了。到了。啊？哪儿啊？哪有饭店啊？哦，在这儿呀。嘿，在距离梦想中的中餐厅还有10公里的地方，我们随意找到了一家路边的农家餐厅，我们用中餐厅一些简单的元素装饰了一下。我们想让合伙人提前了解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和美味，这是我们给他们准备的一个小小惊喜，或者是惊吓。哎呀，哇，我感觉不够用啊，这些锅碗瓢盆的。这冰箱是放反了吧？哦哦，是可以四面开的，有点厉害，有点厉害。哎呦！你好，你好，西瓜怎么卖呀？2块。2块钱一斤。对呀、啊。帮我挑个甜的呗，好不好？这个，真的假的？真的。为什么？你告诉我，告诉我，你是种花的，你教教我嘛，你教我以后自己挑嘛。这个花，它大，就证明是它长得快，就死得好。是吗？长得大。对呀、啊。这两个差不多大吧？你觉得这个好还是这个好？好好好，两个都好。你绝对是因为它大点才让我买的。我又不是卖瓜的，我是住在这里玩的。我又不是卖瓜的，我是住在这里玩的。哎呀，来来来来来来，哎呀，哎呀，完了完了，都怪我，都怪我。
都怪我。完了。哎，陈凤台，陈二爷何在？来也。啊，我何事？欢迎光临中餐厅，欢迎光临中餐厅，龙明哥。有什么可以为您服务的吗？哎，你慢点。哎呦，就知道我爱吃西瓜是吧？还是你了解我？路边上买的。这，所以这个是你的店吗？我们的。啊，这个是我们的店吗？要不然呢？以后就在这做生意了。我怎么感觉有点像我们自己种地、自给自足的感觉？哇，我看到中餐厅了，这么农家乐。该不会是这个农家乐吧？啊？是吗？不可能吧！欢迎光临中餐厅。你好，你好，你好，小明哥。Hello， 小明哥，那跟我想象中的真的不一样哎。这餐厅比我想象的简陋哎。啊，厨房不大耶。为什么是铁锅？我刚发现，这么大锅，这女孩子。好久没有用这种煤气罐了。这个冰箱它是四面开的，这边也能开，感觉都是二手的。呀，这里还有蜘蛛网，但是很脏啊，这里面。那我们住在哪里啊？不可能，不可能吧？会热死吧？没有空调，没有风扇的一个地方。我们买菜要去很远，不会下山吧？我也不知道吧，问题是啥也不知道。我跟你一样，也啥都不知道。中餐厅啥事都能干得出来。这有信任。黄店长你好，欢迎来到第六季的中餐厅。先把工作放一边。真假的？嗯，每次都这么说。节目组是有人情味的。知道先给自己解释一下有人情味。嗯，怕我吐槽。知道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那是必须的。所以第一顿饭节目组请。是吗？我干。先把工作放一边，节目组是有人情味的。你之前都经历了什么？上菜了。哎，来了。哇，上菜了。吃饭吃饭。哇，你好，樱桃，也就是两个小时。这是高山金银花茶。啊，谢谢，谢谢。成品，成味，诚心诚意。这个是高山黄金炖土鸡。哇，哦，这个好，这个好。哎呦，哎呦，这个是高山黄牛扒。谢谢。哇。最简单的做法，把最简单的爱送给最幸福的你们。看着好好吃哦。是姚家梯田鸭。谢谢。哎呀，哦，哇，这个也太丰盛了。这是我们的姚家高山苦笋，这个是高山贡饼荷花鱼，姚家酿豆腐。哇，这是姚家泥鳅煮八子。哎呦，来，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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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来，哎呀呀呀呀，哎呀，小明哥，这个好，这个好，哎呀，我的最爱呀，成品，成味，诚心诚意，满满的爱，献给满满的你们啊！请用餐，用餐，用餐，谢谢，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谢谢。吃吗？能吃吗？长辈先，不，前辈先，对不起，对不起，吃不下去了。你们吃，你们吃。他说我，他说我，他说我，不是。我是说前辈，我回头就找个马扎子坐到对面看你们。
来来来，我教你绕，长兄如父，长兄如父，对。什么叫父啊？能不能吃了？父的流油。好吧，那我们吃吧。吃吧，你快动筷嘛。好好，我动。是长辈先动是吗？前辈，谢谢。好了，开始吃吧。好。多吃点啊，考虑喽。I met her on the day of New Year's Eve. I was shopping for a wedding gift on Buena Vista. 哦，这个鱼很鲜，它过过油。嗯，这个好好吃啊，一点都不肥。嗯，好吃。The kind of girl you hear about but never see in real life. 绝了，好好吃，好好吃，很地道。所以我们一会儿干嘛呢？吃完饭还没说，不是你说了算吗？不是，不是，嗯，这不太对啊，到现在为止也没个话，感觉有一股不太祥的预感。不太祥的预感？这个餐厅我想象的简陋。哎，我觉得还挺温暖的。哦，我姐，我喜欢这个地方。这我也喜欢，稻田。就这个下面有条小溪，好舒服。就你知道，在这儿跟这儿温度瞬间就不一样。嗯。丽农，大蝴蝶。哦，好漂亮！哇，很漂亮。哇，好舒服啊！一阵风过来，这里好舒服啊。对啊，哇，好棒哦，景色还真的好美啊，青山绿水，风景是很好了。我倒觉得我愿意住那个房子，那房子多好，蛮有味道的。小的时候住在姥姥家就是住这样的，想起来在这跑跑步挺好。对，那我们买菜是不是要开车来回两个小时下去买啊？我怀疑我们要自己种菜，自己采摘。我可以抓鸡。你可以杀鸡吗？那不行，我可以杀鱼。好厉害呀！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我们中餐厅的新伙伴，浓浓浓浓的营养，浓浓口感的真浓牛奶啊！我特意准备了可视力一点，让大家了解它。然后咱们早起一杯真浓牛奶，美味浓浓的营养伴随每一天哦。我还特意学了几句郴州话，嚯，真浓牛奶，营养多多，耐向浓浓，耐向浓浓。来，让我们干一杯，正式开启营养真浓、爱意正浓的中餐厅之旅吧！来，包子们，嚯，干料，耶！你好，大厨。小明哥，这是节目组给你的一封信。好，谢谢。好。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合伙人们，大家好！品尝完最地道的农家饭后，请大家打起精神，带上行李，一起出发。第六季中餐厅目的地就在前方，等着大家。啊，不是这里。原来不是这里啊，我们被骗了。我就说不是这里。被骗了。因为这不适合小朋友来。哇，越来越漂亮了，我的天哪！哇，这上面真的空气比下面凉快耶，有冷风。
哇，这房子也太神奇了吧，这个房子好可爱哦。对啊，我们要住在这儿多好啊。太可爱了吧。哦，哦，哇，看到了中餐厅。我们从这门进吧，好吧，有点仪式感。好。店长手册，请店长向合伙人宣布。OK， 来，我们来读一下这个店长手册。嗯，读一下啊。亲爱的黄店长，你好。每一季当店长手册开启的时候，也就开始了我们21天正式的旅程。首先欢迎黄桃组合。我无论如何没想到他们起了这么一个名字。看一下，还真的是画了，真够有心的，还真的画了黄桃。啊，好可爱。欢迎立正组合。我是立正。好美啊，像偶像剧一样。欢迎还没有组合的，还没有组合的，你想和谁组合的，实在合不了的，你就呵呵呵的，张若楠。谢谢。为什么下面是羊？可爱啊，因为可爱。嗯，好。欢迎来到海拔超越1314的湖南郴州仰天湖大草原。这里阳光明媚，和你们的笑容一样的明媚。明媚，大家不捧场笑一个？哈哈哈哈哈哈。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你们必须要知道，这一次我们经营的是午餐，午餐。你们必须要。午餐啊。嗯，所以要早起，但是可以晚睡。哎，不是。要早起就要早睡，因为来这里的客人大多都要赶在天黑前下山，对于他们来说，能在草原风光最美丽的时候就餐才是最幸福的时光。它的营业时间是1点钟到4点钟，现在是2点钟，等于说现在已经是吃饭的时候了。1点到4点之间，那我们很早就要开始准备食材。哇，1点，可怕。切记3天以后餐厅必须开业，这一点节目组说了算。3天以后，从现在开始，你们还需要打开本季中餐厅的全新模式。模式1，方圆5公里没有菜市场，只有千户农家。21天的经营生活，你们需要去农户家采购食材。家家有田，有地，有果蔬。家家有鸡，有鸭，有牛羊。所以你们并不缺食材，你们只需要人人都成为购买小天才。那你算我们便宜一点，2.2块好不好？非常好，我们省了很多很多的钱。好的。有机中餐厅，有趣中国味，这是本季中餐厅最接地气的经营体验。模式2，这次来到餐厅吃饭的都是通过报名征集的大孩子带着小孩子的一家人。欢迎光临中餐厅。哇，宝宝好可爱。哇，你好可爱。
亲子中餐厅，欢乐中国味，这也是本季中餐厅最有人气的顾客模式。模式三，每一次经营日，你们都需要开设美食小课堂，教小顾客们学习制作美食。美好中餐厅传承中国味，这是本季中餐厅最有朝气的全新尝试。最后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每个餐桌上将会摆放真浓牛奶，食客喝完牛奶后发现瓶底有特殊标识的餐桌，将会获得真浓牛奶提供的本桌餐品八折优惠。你们将在这里度过21天，这也许是你们在2022年最有趣的21天。嗯，哇，小明，哎呦，国庆哥，大张伟，我天哪！走过路过不要做错啊！又香又甜大西瓜。对，拉拉起来。啊、有啦，哇，好大！小明哥跟红哥来了，欢迎！哇，欢迎！哇。灯红女孩，我是更红男孩。五六交换，桃姐，我好开心啊，都是我的亲人，熟人啊。我给你们隆重介绍一下，这是我儿子和我儿媳妇儿。Hello， 呜呼。记住2022年吧，就像记住你们这一季的启动资金一样。我不敢看。中餐。听第六季启动资金，2022元。此刻黄店长，你的手机应该收到了一个大红包吧？果然是有在震动。谢谢，那我就收了哦。接下来又到了最重要的时刻了，这一季的 KPI 是什么呢？真不想看。通常是什么呢，小明哥？就是通常很累，很辛苦。他已经不停地在说，从吃饭开始到现在一直很累，很辛苦。其实这一季的 KPI 很简单，请所有合伙人倒着读。倒着读什么呀 ？IPK。啊啊啊！这个需要爱，有温度，很温暖。所以我们只是因为爱，让我们一起和自己的梦想 PK 吧。在餐厅的一角有五个葫芦，葫芦里藏着你们来中餐厅之前种下的梦想。这次21天的经营。你有什么梦想吗？梦想啊、你是说为什么问我这种问题啊？每一个葫芦里都藏着一个梦想挑战任务，每一个葫芦里都需要一定的挑战开启资金，每一个葫芦里的任务完成就能获得独家冠名真浓牛奶提供的 N 倍资金回报，只有开启完成四个小葫芦后才能开启最后的大葫芦。太好了，我只会烤鱿鱼。你真是事儿多。所有的营收都是为了让最后的大葫芦梦想能完成的更好，所以这一季我们的 KPI 就是需要你们将自己的梦想全部开启。现在开始，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本季的中餐厅吧。请大家步行至院子中央，面对中餐厅。来，走，我们走，我们出去到院子中间。好，面对中餐厅。你们左手边的是有趣餐厅，这是我见过最美的餐厅。哎，我们的画哦，真的。
哇，浪漫梦幻全有了。小马，哎，小木马，有小朋友玩的东西。二楼天台也是你们的休闲好去处哦。啊，好期待哦！在你们右手边的是有机餐厅，尽情去感受大自然的生机。这个原木的感觉好棒。它都是圆的，就不怕小朋友撞到。我特别喜欢这个颜色。中间是你们的欢乐厨房。哦，有空调就欢乐。哇，开放式的厨房哎。干干净净的嘛，才对嘛。嘿嘿，你的衣服。哇，还有山水。这次厨房很大哦，里面不仅有给顾客做出美味的烹饪厨房，还有专门教小朋友们制作美味的美食小课堂。这是做甜品的地方应该。可以让小朋友想吃什么自己做。对。接下来请大家转身看向远方的山坡。那里是你们要生活二十一天的集装箱民宿哦，那儿是吗？看吧，我说是那边啊。让我们集结好心情，开始奋斗吧。哎，我们到底有没有厨师帮忙？有没有？没跟我说，肯定有，有也没跟我说没有，因为我们几个里面应该没有谁是特别会做饭的。目前为止，我的能力还支撑不了做饭这样子的事情。我感觉应该会有，因为我们五个人都是做饭小白的话，应该会有。像他每次就类似于张亮啊，就是他真的很会做饭。我们真的没有一个这样的人啊，啥都不知道。今天怎么在买个大的生产袋？哇，这里好漂亮。您好，您好，这厨房在哪里？厨房啊，您先问他们，您先问他们。进去找到厨房，来来来，我带您去，厨房在这边。哦，谢谢啊。哦。有人来了，我帮你把门打开。哎呀，太感谢了！哎呦呦呦，太感谢了！辛苦了，我会调麦克风。好，我还有一个东西。谢谢。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是小明吧？是。你好，你好。非常荣幸，非常荣幸。非常荣幸。怎么称呼？我姓詹。啊。詹连勇的詹，叫詹忠林。哦。对对对对对。张老师好。你好。哎，你好。我先去还个车子。哦，可以不用还。啊。先留下来，我们用一下，可以吗？那，您是？我是来这里认厨的，认厨的。啊，你是我们的厨师？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哦，啊，我们正在讨论这个问题。感谢感谢。是是是是是。啊，吓死我了，这就放心了。老师，您是哪人啊？我是福建的。哦。福建三明。练功在地不？我在呀，我不是啊，我是福建三明泰宁人。然后，然后，来，先坐着休息一下。坐坐坐坐这里。好的。来，张老师，您是来几天？待蛮久的，具体的时间他没有。啊，那行，那挺好。是吧？那我们就一起战斗了。能融入你们是我的荣幸了。然后是中餐厅跟您说什么任务了吗？他就说我这里认厨，好好做呗。啊，没说别的，好，没有交代其他的，要听话，要听话，对，要听店长的话。张老师，您擅长做什么菜呀？我都是自学出来的，啊，我没有什么派系，但是我是福建人嘛，应该以闽菜为主吧。哇哦，张老师，您做的菜需要花费的时间久吗？这个很快，但是这个很快是多久？很快的，我们基因还要抓过来，还要宰呀，啊！哎呀，这个是忍不住。只要只需要，啊，我就说做，我需要你做的时间。但是还要看这只鸡是老鸡还是嫩鸡，还是嫩鸡？大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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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要40分钟还是3个小时？大概这个我们那不要，那不要，这个还要根据器皿去啊。大概大概，不好说，不好说。我就说做，我需要你做的时间。你是用砂锅煲啊，还是？这是要40分钟还是3个小时？什么样的灶台？因为我刚刚过来，我也不了解。大概大概，这是要40分钟还是？其实。综上所述，我觉得詹师傅的意思就是说我什么都能搞，就是随便，对，他什么都可以。詹师傅，他其实一直在凡尔赛。我觉得有你们在我不怕，首先我有信心。OK， 不不不，是错了，是有你在我们不怕。太乐意了。哎呦，这个要帮忙吗？哎，又有人来了，谁帮忙吧？谁呀？谁？终于找到了。又来一个帮手吗？谢谢谢谢谢谢，您好，大家好大家好，哎，我来我来我来，店长好，你好你好，终于找到了，我来我来我来 ，Hello， 谢谢谢谢，请进请进，怎么称呼您？啊，赵小杨，哎，你怎么知道我叫？看到你的麦上面写的名字，哎，对哦，我叫赵小杨，然后我的同学们他们都叫我小杨老师，所以你们就可以直接叫我小杨。哦，你是老师，对对，平时教大家做面点。我们正切吃的来了，谢谢谢谢谢谢。我们先歇会儿坐一下。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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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冰牛奶要不要喝一个？都可以。这是詹老师，我们的大厨。张老师你好，那我们以后就要合作了。哎，谢谢谢谢谢谢。坐坐坐，哎，有凳子吗？也可以。啊，好的，谢谢，我最爱喝奶了。好像有点希望了哈，我们。是啊，你看慢慢来，不着急。你是教小孩子做的吗，老师？我的。学生他年纪小的也有，年纪大的也有，我也在老人大学授课，所以说年纪稍微长一点的也有教啊。所以他说的那个美食小课堂，小课堂就是我们要来辅助他，没问题。因为您来了，我们又放心了。就是刚才还是这里边除了我带过娃，他们四个人都没有带过娃。我带过，
我弟弟是我带大的啊，不，我什么？我弟弟是我小时候，就是我家人比较忙，我带的，他叫我八岁嘛。哦，那你好厉害，咦，有经验，那可以。而且我也学过幼师，我可以帮你。专业的？不是不是，学过。太好太好太好了。但我有一个问题，做面点的食材。我带了一袋面粉，等会儿去烤面粉。好啊，好。我那里还有生粉。还有番薯粉，可以，够了，粉够了。我还，你还有粉吗？我买100袋螺蛳粉，真的。螺蛳粉，那我给你做个螺蛳粉的蛋糕。小朋友们，那个太暗黑了。食材它有吗？没有，什么都没有。面粉、味精、红油、豆瓣儿。看看周边都有什么，可以看看这里呢。鱼，哪里有鱼？这个鱼可不可以？啊，不，你看这么大，哪里啊？就在湖里头。哎呦，那草鱼，好多鱼哦，这个里面。这是不是可以下去捞的？这蛮深的，这捞不来。是吗？捞不到，捞不来。钓鱼不行。拿网子捞，好多鱼。其实拿那个大网肯定很好捞。捞不来，捞不来。捞不来吗？捞不来，捞不来，这个很难捞。那如果捞上来，他们不会收我们钱吧？知道，反正他们有一个地方是专门捞鱼的，我们可以去。那个要花钱。这边你看这么大一个烧烤炉，这边应该可以帮到我。没人在呀？没有人。什么都没有，我还以为旁边有人可以那个。不然我们就搁这个牧草做一个菜。哎，来，那个是什么？那个风车下面那是什么草？哦，那是吃的吗？很像葱哎。那不是吃的。哦，不能吃啊。什么都没有。我看看什么，好吧。我看了一下，它有撒那个这个牧草种子啊，所以说它把一些野菜全部盖掉了。哦。花草是有，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出去。一定要想帮我出去。要不然我们去借点，看看旁边有没有人，我去借点其他的。没有，我去看过了。旁边好像啥都没有。啊，是吗？反正那里的镜头都是没东西。我觉得我们首先一个是解决今天晚上我们自己的用餐。我们先把各自的东西打开，然后大家对一下看有什么东西，如果今天晚上的食材够，我们就可以就地就吃了，好不好？可以啊。那我们去搬东西了。好嘞，直接让我直接抬过去。来，你从这里给我。23，你太厉害了。我也可以干活的。来，你给我递两个，这比较重，难得来，这有点沉啊。没事。哎，好嘞。3。帅，这里有香菇，是吗？
干的，还有笋，笋干吧，这是洋槐蜜，香肠，哎呦，黑米酥，这个鱿鱼啊，看吗？这个是晒干的，对，干的，蛮香的。这好像都是这个粉哈，地瓜粉，是生粉，我还带了一点虾米粉，还有腰果。对，腰果你也可以炒菜呀。可以啊。对啊。这个有一些面线，然后罐头，然后这个是面条。哦哦哦哦。我觉得我们是不是买少了呀？不用担心，有拼多多，不够的话直接在多多买菜上买，蔬果、生鲜、牛奶、零食什么的都有，种类多还实惠。今天买，明天就能拿到手。你看啊，打开拼多多 APP， 点击多多买菜，随便挑。你看这个蓝莓只需要4.99元，是不是啊？都是你想要的，对吧？哇，真的又实惠又丰富，完全满足我们整个餐厅的需要呀！而且你是多多买菜新用户，首次下单还有额外的福利，最低只要1毛钱。你也可以推荐给朋友们，多多买菜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可以下单，让他们也快上多多买菜吧。哇，好期待呀！晚上怎么会没吃的？这个不都吃的吗？先和个面，这个好厉害。感觉都身怀绝技啊。我泡点香菇来。泡水。好，我们再做一个小虾米。小虾米吗？小虾米，烫一下更香啊。那这样差不多完成了吗？还是要加什么？本来来点什么香菜，什么点缀一下就 OK 了。嗯，没有香菜。对，没有香菜。没这是啥哥？这是那个罗叶什么什么叶？这不是罗叶，是外面摘的吗？对呀。啊？这是什么？叶子吧。叶子。啊，这一个菜就已经做好了。一百盘啊！我们大厨的中餐厅第一个菜。你这个应该是直接可以吃的。对。因为没有佐料，只能是这样子，就这样吃嘛，即食的，迅速啊！小香哥，老师可以教我做看看吗？可以啊，小火，你先煎一下。好，你关键这边还要煎到，这要翻锅。好，哦，翻锅，哎。对，哎呦，哎呦，真棒！你教的、啊？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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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它蒸点色，喷一点料酒，哎哎，你感受一下，有香味就出来了，你可以吧？哇，太棒了 ！OK 呀、啊，太棒了！那这个要多久？这个很快就熟了，我来烫面了。关火，装盘，教我装盘。你只要最好是这个面朝上就 OK 了，随便你自己怎么摆 ，OK， 发挥你的想象力。哎呦，太有创意了！我想写一个"中"字，中餐厅的"中"。像
像这中间我觉得可以用点红色的来点缀。那就来点辣红辣椒红油，太棒了。江叔现在在干嘛？我来煎一个蛋皮出来。哦，蛋皮。对。它这个中间是剖起来的，很烫。没事 ，OK 的。哦，你给它摊到那边来。好。从中间一刀下去也可以。平行，平行，平行，这样。然后拿个盘子给它装起来。配点这个嘛。哦。我们可以用这个小花来点缀，如果要漂亮，我们可以来点绿。OK， 龙龙，你看这样行不？嗯，怎么不行？非常的可以。自己吃的嘛，简单一点。其实这个蛋皮已经略显浮夸了，一点都不简单。好，那我也赶紧不闲着了，开始了。今天的事儿都很简单，面粉包面粉。这就能做啊？能做。这个需要包馅什么的吗？对，要包。那你教我的帮你包吧。好呀。好，我们可以桌上可以弄点油。对，可以稍微抹一点点油。这个我们叫面剂子，我们可以把它压压扁。这样吗？对。擀面是怎么擀的？是这样吗？对，差不多一毫米。这样差不多吧？可以可以可以。然后我们再把这个馅，馅放多一点啊。是这样吗？哎，对对对，然后封口一定要封住，不然它馅就出来了。捏紧，就是另外一款了，是吗？对，咸的。哦。这个就叫胆子大，谁胆子大谁做得好啊？胆子大吗？对，这个也是翻过来擀对吧？对，感觉真的有空气，有空气也问题不是很大，它就会鼓起来一个。对对对，鼓起来个没关系，尽量不要有洞就可以了。洞倒是真没有，那就 OK 了。好，在院里烤出来是能基本成型。嗯，不错，哇，好厉害啊！看你的效率和我差不多耶。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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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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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做一个小糕点，我想学一下。可以呀、啊，来，咱们先包个小汤圆。你会包汤圆吗？汤圆就是圆的嘛。对，汤圆。然后小汤收口地方来，弄一个长长的啊。我做一个牛可以吗？可以。哎，你这也可以发挥想象。你牛是要不要做花纹的？比如说来个奶牛，来个红花纹，再点一个点，这样的。我这兔子好肥呀、啊！我这只。这个你是想试一下吗？不不不不。这个吗？你试一下。我不要。你做个自己。我不要做。这样差不多能看出是个兔子吧？嗯，可以可以。这个是，所以蒸出来一会儿会变成什么？兔子。不，我知道，就是它是就纯面是吧？不不不，里边可是带有馅的。这也是一只。对对对，这也是个兔子。行了，可以可以可以，来一个。挑战自我嘛，来给你。我洗个手。我刚洗过了。来来来来来来。哎。你没事儿吧？多少有点。这个就不要再捏进去了。你猜这是一个什么？
阿门。肚脐眼。你的肚脐眼是这样的吗？就很多动漫里面那小朋友肚脐眼不都这个？肚脐眼，你好无聊啊！很无聊，终于找到一个比我更无聊的人了。你跟我还差得远，真的。就这样吧，就这样吧，肚脐眼不管。好烦哦，好烦。我要看看我的饼，离我远一点啊！两百度的，两百度的，很烫很烫的，小心小心！哇哇，好厉害呀、啊！哎呦哎呦哎呦，这个好厉害呀、啊！吓死我了！吓死我了！我以为怎么了？哎呦，这个好好好好！哇哦哦，好漂亮 ，It's fun。好可爱呀、啊！怎么做？哎，我看看我做的。好可爱呀、啊！这是我做的牛，把这个刷上，它就会亮亮晶晶的。那是啥？油。这是蜂蜜。这个叉叉是谁做的？好可爱、啊。哼，我做的。是吗，哥？嗯。你知道它是什么吗？是什么？我说出来你就不会觉得它可爱了。嗯。肚脐眼。太厉害了！他一定觉得他自己很幽默。没有，你莱斯，好可爱。我们来中餐厅的第一餐，好厉害！今天第一天可以吃的丰盛点，太 OK 的，太 OK 的，太 OK 的， yeah, 太 OK 的，真厉害！ Yeah. Yeah. 我们可以吃饭啦！好，好吧。今天是一个真的好日子，景美，人美，饭菜也美，真不戳。欢迎大家来到中餐厅。耶、yeah, 哎！来，我们就是一家人了。来，一家人，互相照顾。是，一起努力。前辈，动筷。动筷。来，开始。耶、yeah ！吃饭。没动筷。哎，这是粘住的、这个。你还长身体，你是不是应该食量还蛮大的？怎么了？分一点给你啊！好的，太棒了！我也吃不了，我也是。好的，吃的太棒了，谢谢。吃不完，你多吃点。吃不完吃点心啊，当点心。你不说他食量大吗？长身体。你真的可以吗？试一下。好。我的天哪！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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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哇，可以啊！你做的外星人被吸的，怎么？
佩服佩服。我尝一个这个好不好？尝一点点。哎，谢谢。你就尝一点点。嘎嘣脆。脆脆脆。是不是很脆？嗯。谢谢。我们的辣肠啊，明天吃，明天吃，我等着。哇，这个好好吃，天哪！好好吃啊。做着做着，还这是甜的。好好吃，好好吃，一掰就碎了。那个咸的好吃，你吃那咸的了吗？没有。巨好吃，超级好香。好吃。嘎嘎香。我觉得甜的好好吃啊。哇，这个好可爱啊。你挑一个最美的。这个是来大王看哪一个。真的好好吃啊。好好吃。好好吃。嗯，我想吃甜的。都好吃。太棒了。我觉得我们这个团队太厉害了。我今天来对了。张大厨你太可爱了。这一盘我只做了一个，其他都是他们做的。这个我做了几个，其他也都是他们做的。这个我做两个都是他们的。好厉害。我对我们的未来充满了信心。对。哇，这紫色的云啊好漂亮。哇，那边真的挺美的。哇，紫色的云不行了，快走快去看了，不然太阳落山了，没有了。一鼓作气。哦，哇，这个云太美了，很漂亮。哇，有点好看啊。哇，你这个景漂亮，是很美。你刚这样站在那边什么感觉？很漂亮。好，谢谢。我说你对，就你要融在一起了。这一帧很美哎。对啊，刚好是最美的时候。哇，你看晚霞。而且我帮你拍两张。让我看一眼。哇，这个晚霞好棒啊。哇呀，好舒服啊。哎呀，发给我啊。可以，你站在这儿指点江山的。拍着玩的。我帮你拍吧，等一下啊。哎，这也可以耶。就是自然看风景，哇，超好看这个地方。耶，好姐。走啦。啊，来，好快。慢点走啊。咱们这个是斜高，比较危险。我不危险，我主要是想慢点走，万一他们要是下来了，我可以拦着他们。下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Let's go. Go home. Go home.
今天还是有能量的，还没开始累嘞。啊，明天几点钟那个？他又在担心明天几点钟起床了。哎呀，回家的风景确实是蛮美的。阿华，证明爱人有爱己，何以有那么悲痛才喊你。呀，天鹅都回家了吗？哦，25开始走的，看看要走多久。哎，月亮出来了。哦，哇，现在马上35了，差不多差不多，十几分钟。觉得今天累不累？挺累的。啊，挺累的。嗯，后面记得一定要穿轻松的鞋。好。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哥哥当你瞧，想对你好。好累啊。哇，还不错，是一个人一个这样子，一个人一个集装箱是吧？哇啊，是吗？集装箱民宿，哎，这都是集装箱啊！哇，来，你进去看一眼。哇，哇，这个房间景色好棒的啦！是的，好了，大家是不是可以 say goodbye 啦？晚安。大家晚安，晚安，晚安，明天见了，明天见。还没睡啊？我也是第一次来这里，这1314的海报啊，1314这么有爱啊！来一杯爱意浓浓的真浓牛奶吧，它有更多的优质乳蛋白，美味营养，做个一生一世幸福的美梦。喝完它，咱们睡个好觉。口感真的好香浓啊，感觉瞬间被浓浓的爱意给包围了。哦，我的蜡烛，这一大箱呢是要给我的合伙人们的礼物。菜要好吃，更要健康。人与人之间的温度，往往藏在生活的细节里。用真心做每一顿饭，真心搭配好的营养，这奶真浓啊！哇，真浓牛奶多39%优质蛋白质，浓浓的营养与美味都不可辜负。一起吧，这是真浓的心意，营养真浓，爱意正浓。来吧，营养中餐厅，真浓，请你来吃饭。买菜就上拼多多，今日下单次日提，拼多多提醒您稍后看店。今天呢，我们要去采集食材，我们可以去抓鱼。走吧，让他们知道什么才是专业。走吧，走吧。嗯，圆滑，我这个裙子怎么办呀？我也不知道今天要抓鱼啊，我看看我能不能把它挽起来。你能帮我扎一下可以吗？这样吧，我去抓鸡，我去烧水。你说这个是什么鸡？它小脚鸡。小小鸡啊？小脚鸡。小脚鸡。对。哎呦，但是我还得是你啊。你要自己杀吗？对啊。中餐厅首席合作伙伴拼多多，买菜就上拼多多，今日下单次日提。中餐厅官方合作伙伴可口可乐，开饭巨快乐，就要可口可乐真浓牛奶。中餐厅。下节更精彩，真浓牛奶，中餐厅，现在继续。这里是真浓牛奶冠名播出的中餐厅，营养真浓，爱意正浓。中餐厅指定座驾东风标致新408，新法式高品质大家轿，做更好的我们。中餐厅益生菌种草官 Life Space， 专业益生菌品牌，选 Life Space。
这一大箱呢是要给我的合伙人们的礼物，但是突然新增了两位厨师，所以我也准备了我的专辑送给他们，太阳饼啊，牛轧糖，凤梨酥，还有面膜送给他们用。好，那么这是尹正哥的，先搬去给他。 Let's go。 尹正哥吗？啊 ，Hello。 好，没事，拜拜，快跑。怎么了？好渴，小明哥，哎，哎呀，浓浓的，好可爱。你知道若男住哪吗？若男。樱桃姐吗？先跑再说，不等了。詹老师吗？小杨老师，你不在。好的。那么今天第一天中餐厅结束了，今天体力活挺多的，不过没什么太大关系，毕竟年轻就是本钱，虽然说不知道哪一个机会在看我，明天继续努力。那么谢谢所有合伙人们，明天见，拜拜，晚安，明天见。明天结束了，拜拜。这就是合伙人的第一天，崎岖上山的第一天，也是内心不屈的第一天，没有食材的第一天，也是大家都努力成为经营小天才的第一天。充满惊喜和紧张的第一天，也是遇见未来为你而来的第一天。此刻，从城市到山顶，从喧嚣到宁静，从俯视自我到仰望星空，我们期待的明天又会是怎样的一天呢？其实明天怎样又有什么关系，满怀希望就是用心生活最好的模样。中餐厅的第一天遇见你真好。早安，今天是中餐厅第二天。今天呢，我们要到附近去采集一些食材。我要去跟合伙人碰面。晚上见。哇哦！哦，那里也好看。
我们待会儿就是按照二位老师给的路线，该买的菜咱都买一下。我们可以去抓鱼哦，土鸡、土鸭、糍粑、牛干巴、腊肉，在这个地方。啊，好漂亮！走吧，去抓鱼去。哇，这些鱼在稻田里边。给我们引引路。这架势感觉是要把人的鱼都给捞走的意思。哇，对。好，从这儿下去。我们可以直接下去了吗？可以啊，可以啊。确定吗？嗯，确定。姐，你扶我一下。来，我下吧，我先下吧。小心。来。有点滑啊。哇，怎么了？有点滑。有点滑，有点深。因为里边是软的，你小心，小心。下去。我这个裙子怎么办呀？哦，这裙子要卷一卷。我也不知道今天要抓鱼啊。早上好。早。哇哦。哇，可以可以，这里可以。早上还是很美的。走吧，去抓鱼去。我看看我能不能把它挽起来。你能帮我扎一下，就像扎啾啾一样。好，现在你觉得怎么样？可以吗？好，去掉吧。问一下，好，那小心。喂喂，哇，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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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以，可以，可以。小心啊，每一步都走稳。哇，这可以哦。现在换，还有一个，来，我们三个这样过去。对，吓死他们，很好笑，一定。这个多大？吓死他们，那个才像嘛。让他们知道什么才是专业，什么叫抓鱼，什么是专业。他们不知道我是在海边长大的吗？嘿，海边的衣服是一种衣服。哦，对不起。可以弄长一点。OK， 侯赛瑞，赛瑞啊，走啊，走啊，走啊。嗯，圆滑。让他们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专业。什么感觉？反正第一脚先小心点。哎呦，好奇怪的感觉，乌溜的感觉。我以前抓过小龙虾。我跟你讲，真的，哎呦，哎呦，别离别离，哎，它会不会漏啊？不会漏，除非它破了。它漏我就漏，有点意思了。我很怕摔倒。这个真的，如果一脚摔下去，哎呀。那边好多，我都能看见。行，我来过去吧。你过去，好。你的那个鞋，你的鞋子比较浅，别走太远。哦，跑到前面去了，别想跑。这一只大的。嘿，进来，好嘞。他那边很多，他那边很多，因为人少。我这只可以，哇，好。哇，这里有几只啊？哥，你看我这里。哇，厉害厉害厉害！哇，厉害厉害！非常好，非常好，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哇，你捞往这么多啊？这里就有一斤多了。好了。啊，我终于抓到一条。哇，你看你看。哦，最大的给你抓走了。哦，这个好，这个好。哎，看好多，看到了吗？哪有好多？就在这些边，在这里、就是。哇，你这个好。这个大。我觉得差不多了。够了，够了，够了。哇，也挺多的了。可以，可以，可以。可以。1.75斤。三斤半。25。107.5。87.5。好。我帮你把那个用袋子装好，然后一就好，跑了几个小时。好，好，好，好。先看一下鸡怎么样？好，老乡，嗯，你烧点水，鸡我就直接在这里干掉，好，好吧？嗯，去水，你要哪只抓哪只，好不好？我抓吧。你洗过哪只就抓哪只，还好一点也可以啊。哦，我去抓鸡。啊，你去抓鸡，我去烧水。
我看抓几只吧。哎，省一只就够了。我们这些人吃饭量不是很大，一只就够了。吃，今天不做了，吃。Oh. 我们没有这个，我们没有这么高规格的午餐。抓鸡，我陪你抓鸡。我也去吧。你说这个是什么鸡？它是小脚鸡。小小鸡啊？小脚鸡。小脚鸡。对，这个地方还不好抓呢。好，会跑出来。对，白天的鸡比较活跃。哎呦，一下就抓住了。你要抓几只啊？我要抓两只。那我先帮你，我帮你拿着一只先。好了，对不起。哼，这很小了，这才三斤左右。过不去了，这头鸡是一定抓着来的，他们全在那边，那里有很多。哎，他抓到了，已经好厉害哦！张师傅抓鸡是要抓什么地方啊？抓脚，就一上去就抓脚，是不是？其实随便抓一个地方，然后再抓脚。走，给丽农一只。我还没抓过鸡耶。停住啊！你不要让他跑了。走上，很快吧？厉害，还得是你呀、啊！叫那个老乡烧水。他怎么这样子？没事，他不会。这头比那头重一点，这个差不多三斤四两左右。对，这个做白斩鸡可以。抓这么快？他好惨啊！他先被你倒着挂。你害怕吗？你害怕的话，我可以帮你拿。有一点舍不得，关键是。那就不害怕是吧？嗯。那你拿着吧。我有点后悔来抓鸡了。我们可以不把它那个了，可以带回去养。可以吗？可以啊，我们有鸡笼里面。买菜就上拼多多，今日下单次日提，拼多多提醒您稍后看点。给丽农一只。好，我还没抓过鸡耶。停住啊，走上，我们这只带回去养好不好？你是不是心疼啊？第一次抓鸡在你手上的时候，你就会害怕，就是那种生命的感觉，不是怕鸡本身，生命的一种敬畏。中餐厅首席合作伙伴拼多多，买菜就上拼多多，今日下单次日提。中餐厅官方合作伙伴可口可乐，开饭巨快乐，就要可口可乐真浓牛奶。中餐厅，下节更精彩。真浓牛奶，中餐厅，现在继续。这里是真浓牛奶冠名播出的中餐厅，营养真浓，爱意正浓。他好惨啊，他先被你倒着挂。你害怕吗？你害怕的话，我可以帮你拿。有一点舍不得，关键是。那就不害怕是吧？嗯。那你拿着吧。我有点后悔来抓鸡了。我们可以不把它那个了，可以带回去养。可以吗？可以啊，我们有鸡笼里面。
师傅，我们这只带回去养好不好？那这只进来干嘛？我不知道呀，那两只就先带回去养嘛。要养吗？我养嘛。这个先不要了，不要杀了。你是不是心可心疼啊？我还没抓的时候不那个，一抓我就不行了。看来我今天如果动一下刀子，你会把我当恶人。好，对吧？五斤四两，是不是？可以 ，OK。老乡，你烧水来，我来杀。不是，今天你如果请你杀鸡，就这里杀掉，这带不好带。你要自己杀吗？对啊。我就不看了吧。不要杀鸡吧，因为我不敢看。啊，这声音。我来把毛退掉啊。嗯，张师傅，为什么表面那些黄色的就掉下来？那是什么呀？哪个？就鸡爪子上面那些。那个黄色，它是一层皮呀、啊。郑哥，现在是什么情况？就杀好了，就现在就这个情况。没事，农农，这个你能接受的。看完这个，没看啊，不敢看。啊，这么，我要进去。第一次抓鸡。抓之前感觉还好没事，但是一抓在你手上的时候，你就会害怕，怕，就是那种生命的感觉，不是怕鸡本身。就人吧，他肯定是大多数肯定是吃肉的，因为我们的需求，因为我们的营养健康，必须要去摄取这些东西。我们是遵循他的游戏规则，但不会让自己变得感觉很无情。就是大自然还是万物之母嘛，所以还是存在感谢啊，算是对这种动物的生命的一种敬畏。来这里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有很多大自然的小昆虫动物，这应该是我最感兴趣的一些东西。很漂亮。不要动。不要吓我啊。Okay. 你不会吓我，我真的会跟你。哦，这个我他没走吗？一直在你身上吗？对啊，我就一直放手上。足够让心继续勇敢，这不让遗憾，就是眼泪落下。就算这世界很复杂，有些人很难忘，也要坚强，带着那所有的牵挂，变更好的人啊。紧张大以后每个当下，做他的路都将会开，那是兑换未来更幸福的代价，我们都在这路上，在这路上。
中餐厅首席合作伙伴拼多多，买菜就上拼多多，今日下单次日提。中餐厅官方合作伙伴可口可乐，开饭巨快乐，就要可口可乐真浓牛奶。中餐厅，下节更精彩。真浓牛奶，中餐厅，现在继续。上伊利旗舰店，每周五真浓派礼。动感新青年，一起放光芒。中国移动芒果卡，邀您一起观看中餐厅。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中餐厅，参与分享家常菜话题活动，有机会获得嘉宾翻牌。买菜就上拼多多，今日下单次日提，拼多多提醒您下期看点。这就是烟火气啊，这样有人把重庆人熏出来了。混尿渗透到肉里面去，怎么知道？怎么知道？跟他讲，兄弟啊，进去了没有？他就知道。我的肉明天切吧。不行，今天就可以切啊。这个你听我的就不会做，好吧？我们龙龙大哥，不大哥。龙龙大哥。他的菜，包括我的菜，就绝对没有问题。来，大家来尝一下。会不会有一点点淡，张老师？但是我觉得小朋友吃不了。还有没有别的鸡的做法？是老少皆宜的。老少皆宜，最好是白斩。目前没有一个菜是不辣的。这个地方小孩子哦，他一定会吃一点辣。没有一定的，我们要保稳。像我儿子6岁，他这种辣是不能接受，他很敏感。我觉得我们程序真的出了很大问题，我们一直在有点浪费时间。最近很喜欢花，所以就希望这次我们的中餐厅是有很多花、很多树、有很多野生植物的地方。就我希望它跟大自然能够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房子的窗户望出来也都是很大自然的景色，远离城市的喧嚣。就是我希望我们的中餐厅是那种特别敞亮亮的那种很浪漫的这样的一个房子。我会希望有这个湖水、花草、蝴蝶。吃饭的人不单只是舌尖上的满足，也有灵魂上的收获。